发明家不然会有办法打哦。先用傻瓜式主法一直按下一步就对了。这个是套牌精灵，是 Magic Deals 里面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系统。然后它会列出各种建议的牌，你假设你不想用大脑，你就用按自动完成就好了。就像我现在就是不用大脑，先试试看用自动完成，然后看它会怎么帮你组牌。对，来说你需要一些神器来充分发挥这一副套牌的实力，所以我们就按自动完成啊，一秒就完成啦，太好了。接下来扩充你的套牌，生物很重要，大多数套牌包含20到30张生物，多样化很好。你需要更早释放，也需要更高费用的强力生物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力曲线的概念。对，好，完成。他每次都闪亮这张闪杰斯，那就把杰斯放进去。杰斯嘞？哎，杰斯没有放进去，他放了两把刀子。这玩意有用啊！然后我们通常都是组完之后再决定毁灭他这样。然后24D，真是太容易卡地了。好吵！哎，就你啊，你不错。哎，这个不错，选这个好了。有红有蓝，背景再通个零好了，通更多的零。就叫发明家博览会，结果发明家博览会没有放发明家博览会，不要逼我去抽卡片啊！我跟你讲，好了，完成，就打一场吧，赢不了。那一场哪里很伤啊？犀牛那个被换掉啊，犀牛或许第一下不要挡，然后换我打他这样，不过他还是可以做到同一招，有什么魔风问题都可以问了，尽量问了。反正今天这个就是给阿一等打一等，呵呵，菜鼻巴大赛。躺地三回是什么？三回回收神器了，这不能三回下，这三回下他就自己就回来了哈，不要干啥事。你不要三回下，这个三同学千万不要三回下这个、啊。呵呵，它的规则是在你回合开始时，将一个由你操控的神器移回其拥有者手上。很多人都会问：“阿妈，我没有神器嘞？”它是神器。对面组了一个超级厚套牌，突破上限的套牌。估计他的套牌不是超强就是超烂。他的套牌不是超有梦想就是超烂，这样，要不然就是他打魔牌套，他就要弄死大家。欸，这里其实可以下他闪现嘛，其实也不一定要他只能给精灵吗？目标精灵，或者谁是精灵？你到底放这玩意是为了干什么？决定过了，那你看一下这是什么呢？飞机 ，Artificer。多10张就很厚嘞，真的。二组接，50座。感觉对手怪怪的，感觉对手在想一些，说不定对手打快攻啊，快攻我这副就很难守下来。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处理快攻的材料，我连这个都是不能打的，不能接快攻的。哎，没事，重置位置抽牌，太好了，我们有第三张地可以下了。我们决定要下这个，然后换对手。原因有几个，第一个是你说为什么不下水母呢？很简单，没有屁用。我刚讲他等一下就会回来，然后我要闪现下这个，这个是最炼灵点缀的缀。对，它的效果是2+21闪现飞行，进战场的时候给一只精灵获得辟邪，辟邪就是不能成为对手的咒语或者目标这样。然后你可以让你的所有精灵获得闪现，虽然我手里没有任何一只精灵，不过我只是要去骗他，因为这可以在别人回合下。然后你保持你的 mana open， 对手就会害怕这样。大概啦，真的不行，你可以在回合结束时做啊，就啪啪。说不定他打70张快攻啊，有没有？
放逐排骨底，说不定他打两地喷火炮快攻啊！看一平有两地喷火炮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又结束，哎、欸，看，按不到马哥，没来让我把这张牌留起来啊！先下一只神器师。主任，我想问，禁忆巨龙的规则文写的复制会被以太流除库视为释放吗？不是，复制就不是写，不是释放，里面有释放，里面有 cascade， 里面有 case 不是 case 的 case， 里面有 case 它，对，就不算释放。三三辟邪，哦，了不起，妈个三三辟邪，这麻烦了，辟邪就是我不能点它，它也不能点我，对，出牌，小弟。辟邪几啊？车打挡，车打挡，车打挡，车下车啊！下限60，看赛制啊，标准。下限60，然后上限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啊！败坏灰棋真的假的？他有败坏灰棋，加一千他没有黑啦，马哥。哦，干！我经常被炸神器，怎么会有人白复辟智者？给不给人玩啊？乌龟的王八蛋！哦，乖乖的几球，一点飞，怎么会买复辟智者啊？三三打、啊，不要想了、啊，三三打、啊，想个毛线啊！所以想的话，也可以放500张，可以，但是你要，但是。凡套牌超过60张的，凡套牌超过150张到200张的人都要负责，都要负责一件事情，你要保证你的套牌有充分随机化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才是最难的，好吗？就是你在洗牌的时候，你要跟大家确保你的套牌有充分随机化。哇靠，我们神器回不见了，这样。这才是这游戏最难的部分，好吗？废牌的抽换一定要拿一抽一吗？不用，现在不用了。现在你一开始套牌写着主套牌60张，背牌15张，你以后可以改成750，或者是随便这样。假设你的主套牌一开始100张，你的背牌15张，你可以改成115，或是改成60，然后外面有一大堆这样也可以，就是这里都被改了这样。哇！等一下，立志下水母啊，下一只水母，两只飞，哎，对不对？它是回神器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下一只水母，两只飞，直接殴它，然后下一回再把水母回手，然后重新再下水母。今天主题就是一直下水母了，下水饺。今天下的是水饺还是水母呢？由你来决定。恶意打，为什么？看有招，怪怪的这个。这挡还是不挡啊？好奇怪啊，怎么打？这个是飞行的。挡啦！哎，没招，他就是个棒槌。有没有点一点伤害啊？有没有那个谁啊？有一只狼人经常可以点两个一点。有没有烧啊？哦，对啊，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回应左？也可以啊，一点给他，两点都给他。
他不是可以分吗？你把另外一点都点他，都点他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啊！没有菲瑞化，这不是奥尼克西亚，不是奥尼克西亚，这不是菲瑞克西亚啦！我把讲错场子了，看来是要失业啦。下回首水母，第三阶这位飞。我会飞，试试看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要失业了！讲了人家的公司，看来是要失业了。卡帕，等下他打就闪这个出去挡了、啊。反正这经理也不知道来干嘛的，我真不知道。他如果是给任何一只辟邪就很强，妈给精灵辟邪，看还要干嘛？进战斗，玄公举，两只打，两只打我一定打。好，我本来就他本来就会回来。后主机，结束前，闪一只下去啊。你皮鞋，真好。还不会还有双斗级吧？从此为止，然后水母效果哦，出发回首，你够吧？是什么？抽牌步骤时额外抽一张，结束步骤时弃掉所有手牌。这个应该先开这个吧？复制一个神器和复制一个神，好烂哦、喔，没有神器可以复制，叫这个吧。每次做的话，两只都叫，反正他们都会回收。呵呵，反正这两只还刚好可以拿去当两只。金战杰，连卷轴机，这只很不强哦。他可能哦，他会把这只飞起来，给你飞，给你飞，给你飞。哎，不飞，哎，一点换一，换二一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东西就是一个雷包，为什么呢？你超不好爽，你超慢爽到他。你会先亏，就你回合结束时，你会先你的手牌会先不见，然后等到下一个回合你才抽得到那一张牌。他就是一个你要不下来，怎么会先亏一回合的招，然后等到对手回合轮完，轮到你才爽到这样。不是啊，我用这个飞兵一直戳他，他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我都是飞兵啊，所以他应该要把就是刚刚这个飞兵拿起来挡啊，因为这可以，他刚有一点红可以开气球起来飞啊，对啊。就把气球有没有玩过那个以前 NES 上面的气球人哦？冲拳先装个，然后把冲拳丢了这样。我也一等啊，干嘛这样？我只是账号一等而已啊。他怎么不打、啊？你都推不会死，差一滴。然后两只水母都要回来了，耶耶，都是水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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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想，准备四张什么？全部都是地哦，他组一个七十地套牌，这打个屁啊！从此维持，水母回首，就你了。从此维持，水母回首，来。如果第一只水母把第二只水母不是两个都会触发，会先触发再开始结算，那那个时候跟他在不在就没有关系了。好想拿这个，我可以把这个丢下去，然后叫红龙吗？一二三四五，可以耶，爽哦！我先，他会把这个飞起来吧？他会拿这个飞起来撞我吧？哦，他这个就撞他，然后回应射掉他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回应射掉他就，哦，他会拿这个挡他，回应射掉他，这样他解了这个，这还挡掉这个伤害，哎呦，不错哦。希望对面很聪明，希望对面不是个傻瓜，这样。现在有没有中文？你玩的不就是中文？你怎么问了一个平常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啊？
你好聪明啊！我不是讽刺你的意思，我是讽刺那些其他问问题、问这个问题的人。啊，你要知道，很多人还是会问这个问题啊。哎，这有没有中文啊？这样，我说，哦 ，fog 嘞！哎，不对啊，可以挡死，为什么要 fog？ 给你 fog 啊？戳戳摸摸，解忧前把手牌弃掉，哈哈哈哈！红龙要开始冲康里了，各位同学，那我可以把，我还可以把最后再把水母救回来，真好。Fog 哎，他不会手里全部都是 Fog 吧？他不会要 Fog 轰死我吧？你妈没有告诉你 Fog 屁啊！其实这里有一个那个，我可以维持是把这个开起来。战斗机目标嘞，二一跟哪一个？哎，干嘛打两点？哇靠！你手里两张啊，厉害哦！哇哇！你看，这只龙直接爆炸了，完全没有爽到。他 fog 哪个环境的、啊？第一系列啦，核心啊，假核心，就是 duos 有的这样。其实我可以把它留在场上，我可以回应开这个叫两只鸟出来，把一只鸟回收。实体不能变虚拟，但是虚拟可以变实体。MO 可以 ，Magic Online 可以 ，Magic Duels 不行。可是他会拿这个打这个啊？就前这个位置。我把水母留在场上好了。啊，你会飞啊？呵呵，随便啊。我把一只飞机留下。好，全打就对啊，不要抢。他怎么挡一个嘛？他挡一个，把冲拳丢掉啊！欸，他把水母挡死，欸，这样真好。因为他没有冲拳，就少两点啊，这就挡，这就解不了他啊。他要不然就是把哦，他要直接换掉，他把水母换掉了，那冲拳就不见了。OK， 那我剩两只飞兵打一次，应该是可以过。还有这么多 fog， 我不信。如果你在 MO 上，哇，又冲拳，他可以吃冲拳打一个啦，把一只飞兵打掉。不过这样也是胜利低，应该没救，估计没救。我水母掉的时候不用回收它。好像是官网是卷整套伞可以，整套伞可以换伞套吧，我记得是这样。他那个带了，他那个开掉三张应该没了吧？双座级，双座级，双座级 ，no no no no， 不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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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打你的，你分秒秒秒杀我，加一加一，抓抓呀，他说没马纳啦，他总不可能农夫手到游戏结束吧？我只要按全推就赢了。理论上，先试试看啊。应该没有招了吧？对啊，怎么看都没有招啦，马纳倒光。GG。Magic Deals 那个是确保啊，就是它让你不会抽到大量重复的牌。Magic Deals。就是魔风的这个系统抽到已经有的不会再抽到，你不会抽到重复的牌，它有一个小小的安全机制。开卡拉德许吧，我觉得现在新玩家建议就是开卡拉德许，你不要说以前那么很强啊，没有，你就开最新的，因为最新的会离你最接近，你会比较容易了解说，比方说最新的这里是什么。
比方说，哎、欸，欠卓有没有？然后就开欠卓，希望了。噔噔，看右下角是谁啊？是泥沙呢啊！居然不是欠卓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不是就开到女法师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阿卡两张密西一张，所以他密西你永远只会撞到一张，你不会撞到有人打 Friends， 就是不会有人打超多女法师套的。开都开。开个欠卓嘛，开个欠卓嘛，好想要开个欠卓，有没有欠卓啊？没事，车车，啊，讯息，快中套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认真的构筑一个新套牌好了。首先打开套牌构筑器，既然我们刚刚拿到一个泥沙，我们就来用泥沙为主题组一副套牌吧。首先泥沙是绿色的，所以我们先把绿色的套牌留拿出来看一下什么东西。泥沙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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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。好，泥沙的效果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五点叫，欸，先教大家怎么看女法师好了。上面是，上面是费用，底下是忠诚值，不能讲女法。彭洛克的规则，上面是费用，下面是忠诚值。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懂费用的，请见我们之前的魔法小学塔。对，能力有三个，第一个是重置目标由你操控的地，就是把一张地重新站起来，然后直到你的下一个回合。它是一只五五具敏捷异能，敏捷异能就是进场当回就可以打，然后它仍然是地，所以你就可以做出一只可以用一回合的五五生物。然后到了下一个回合结束的，到你下一个回合的时候，这个效果就会消失。第二能力是将目标永久物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手上。什么是永久物呢？巫术瞬间以外都是永久物。最后一个大招是减六，哦，二回可以开大招。每当下一张地进场的时候，可以抽一张牌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打一个为这个主题的呢，我们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地。这样，主任你说离上面有点近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很简单啊，正常的牌，正常的牌，你去摸牌，你去也不用到这就看得出来了。正常我们在咪牌的时候。这黑色这边是牌框，这个是名字的位置，你可以看到正常的牌上下是有一点距离的，这个大概1公里左右吧，是吧？大概啦，反正你就是习惯就对了。然后所有的女法师都顶天立地，什么叫顶天立地呢？你可以看到他的头其实会超出卡框，他的头会在名字的位置，所以他的名字到上牌框的距离只有一点点，只有0.5公里左右，对。所以假设今天我们眯一张牌，发现它离上面非常非常近，那一定是有大招啊，是这样。我们就会知道啊，一定是有大招这样。立地是因为它的图其实是全图的，你仔细看它的背后，这里是看得到它的脚的，对。然后其他的牌是没有下半身的，啊，这就是答案。好。那今天我们想要打一个泥沙为主的套牌呢，我们需要第一个材料是我们需要很多找地的材料，因为我们的理想当然是有很多很多的地，所以我们要先找一下把地放进来的招式。我记得有一费的那张吧，一费找一张那个在吗？哦，这个也可以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吧。第一个是这个，如果你想要打女法师，就是 Flame 的，我们可以用这个，因为这个可以让你所有的颜色都可以使用，都可以拿来放这个。尤其是你要用两点指定色的话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研究一下战士。哎，哇靠！羊刃妖精居然还在，它是 D 系列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的东西应该是这个。这个不知道白几张，然后再来是可以找地的材料是这个谁呀？这个两点叫13进场时可以找一张地，然后把它放到牌库顶。其实放到牌库顶有点烂了，最好是放到手上或放到场上。放到场上当然就有点厉害。好，
然后接下来，如果我们要拿地跟地配合的材料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超强，这个莫名其妙强，它叫不倦追击人。这样，对，三点叫三二。每当一张地进场的时候，探查就是你会获得一个线索。线索在桌上居然找不到线索，哦，我都收起来了，好吧？对，线索有一个能线索的效果就是你可以付两点法力给他，然后把它吃掉，然后就可以抽一张牌。对，我们会把这个放下来，然后。就太烂了，太慢了。地落加一加一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套牌主题很有可能就是以地相关，就是所有跟地，哦，好烂啊！三点钟，三点瞬间花。哦，朝圣太好了，就这个吧。爆发性直升，太好了，我们就大量的种田，对吧？今日主题就是种田种到爽。爆发性直升带四张会不会太凶啊？一废的田没有得种啊，哦，这超强，不管。泥沙的浴室吗？要带这个吗？好吧，其他先不要管。然后我想要打的颜色组合可能会是蓝绿，地球最强，地球最恐怖的组合。他可以用关键字搜寻吗？不行，我想要搜寻地落，可是我不能将他不让我这样搜寻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先把这边可以摆进去的东西摆进去好了。对，第一个是跟地的能力相关的人，比方说这个当然也可以，因为如果你有白色，他就是加一加一就变22这样，这个还行，没有到超强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然后这个应该不要。这个三张吧，三张不要 fork， 不要古尸。这个如果你要当法力也可以啦。地落好，没有必要，没有。躁狂也可以，没屁用。哦，进场两点叫二选一，哇靠，就这个啦，我要地。这是他们放到哪里？排库顶啊，我才不要去排库顶，滚。怎么都是放排骨顶啊？这游戏没有放一点别的地方的选择吗？放口袋里之类的啊？不然我要放那种，我要放顶黄哎。反正我只要东西下来，我只要地下来，开一直打架就赢了。好吧，我要打一个套牌了。我们把所有找地的东西放进去，看看会不会活下来。一张。然后刚刚那个测王卡拉测王，怎么用？进场互动，哦，好，然后那个零四顶王在哪里啊？零四顶王。我看一下法力曲线，太好了，还行。主题为什么红蓝地特别贵？因为红色蓝色太强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套牌组成，我们有非常多的地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补充一点可以获胜的生物。有鉴于因为这个游戏最多让你放。因为这个游戏最多让你放一只驴吧，我看到这个的，每个颜色最多让你放一只驴吧，所以我们需要两个颜色的材料，因为我只有一个颜色的材料是不够的，所以我先把绿拿掉。接下来我们看蓝色，我记得我有蓝色大招，就是你好驴，基本上彭沃克都可以作为大招使用，因为它一定可以成为你的。获胜条件，如果你拿了它，你还没有赢的，那也没有办法了。你好，
I'm playing this now, rank 19 with a random tag. Oh, you are so powerful, rank 19.没有，再来想我如果要打蓝，哎，我还有什么颜色的那个、啊？如果不打蓝色嘞？我有啊，分类搜寻里面居然没有彭洛，居然没有彭洛克这个选项。我有白色彭洛克吗？哦，我知道，用密西搜索就好了 ，Miss Ray 啊，一二三四，啊，嗯，嗯 ，It's Hanum， so sorry， 徒弟我爱你，谁啊？那个棒槌。然后发现是男的这样。Ghost B1315 subscribe for 3 months, thank you very much, 这样。决定了，我们还是打杰斯吧，不要管了。那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些蓝色的棒槌。没错。这是蓝色。好。那今天我们开始决定打这副套牌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我们要撑到这两个东西出来开大招，第二个东西就是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抢回，想办法把你的台面巩固下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，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厉害，它是一个03的顶王，它非常非常点。我们来决定要不要找一些非常非常顶得住对手套牌的东西，让自己有办法开到旅法的大，开到彭洛克的大招。这旧的、欸，有没有什么超顶的东西啊？都不顶，不顶吗？不够顶。这个还蛮，这个有点顶。这啥情况？基本上屁股有4以上就差不多就蛮顶的啦，说实话。啊，我只有乌龟可以玩。先看阿卡决定了。好。我们用有加列表决定这场游戏决定要打什么颜色，然后既然要打这两色嘛，两色的自己都可以摆这个蓝绿蓝绿蓝绿，然后这个算是其中一个大宅，所以这个其实可以丢掉，然后这个也还可以啦，大家可以解解人家的神器，尤其这个环境很多人打神器。然后不能背一个以上的阻挡三四，加一加一，力量三以下的从进战场抽一张牌，进战场只看牌库顶四张，展示一张生物牌，其他去牌库底，释放具化身异能的生物过程中牺牲，我、哦、没有化身，这点吗？就不点，有没有什么屁股超大啦？你点吗？横置不了的。哎、欸，大复制！哦，这超点，去顶一下啊！他可以收什么？巫术瞬间。三饼干抽一张牌，不行，我要很多很多可以顶得住对面攻势的。没有直升机，这环境有直升机吗？不是，我说这个有给直升机吗？我帝洛结界摆了吗？摆了吧。我看一下我的生物曲线，生物19、11，其他生物零地24，所以我还有6格的位置。然后法力曲线是3，要再加多一点。其他咒语是多少？其他咒语11张。感觉蓝色不够，加点蓝色的料好了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挺顶的，这个挺简单，可是它太贵了，最好是三倍，然后不要会飞，它只要在地上好好站着就好了。哎呦，可以偷别人的裤子哦！
啊，去看一下神器好了。没什么可以的，这个啊，这很强啊，这玩意什么都不要做就很强啊。没什么厉害的，看一下蓝色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叫点乌龟吧，叫点能量乌龟。反正我们两只能量怪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需要一张康，需要抽跟康牌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没有线索？蓝线索我都没有开到吗？有那个两点探查四啊二，我要二四探查那一只啊，没有看到。那地落探查结界没有看到，我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哦，叉叉才是神器哦。哦，哦，那我要的是。这个要把这一只换掉，放嘴那个大的那个出去，这个回来，然后这个，好，我们找到一群顶王了。我现在有42张牌，18D 打屁了。接下来把不要的东西踢出去，看一下法力曲线。这把是不要。这没有用。哎，超级顶有没有？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神器，这样天下套牌唯乃不破。很多搞别人嘛，想抽一张是这个是旧的。他只是换新图，哎，这个也蛮顶的，因为他可以帮你补血。我先来看一下我有多少张找地，所以这个不要。我怎么结界、生物神器、巫术瞬间？24D，哎，这样好像差不多。看一下法力曲线，哦，好像差不多。是非到底是什么？是非是？就你这样会不会死了？就这样啦，好啦，现在感觉这个比例是可以接受的了。对，我没有放任何一张解牌，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把什么踢掉一张啊？至少要放一到两张解牌吧。解牌蓝色有回手，我蓝色一张回手都没有拿，所以我至少要拿一到两张回手。这玩意好用吗？放个加一加一根，放一张回手的话。将目标生物移回，将目标生物移回，将目标飞利用优越，就这个了。那只有一张，哇靠！你怎么只给了我一张？操控僵尸对手吃一张，没有僵尸。这瞬间吗？这瞬间太好了，威压。然后再踢两张出去，这副套牌就完成了。这个碎二十体其实也可以当大招啊，就是可以当打出最后一下的关键。所以我已经没有能量了嘛，所以我其实可以把有一只 X 蓝绿那张丢掉，因为那张没有用。我可不可以再放一张？三蓝绿那张有放啊？这没有用，这才这最多三点钟。
角色。我是不知道要不要放这个马纳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自动完成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地的比例，看一下这个比例海灵顿是怎么摆的。哇，还放荒是荒地哦，太荒了吧！荒地只有一张要用哎，就不要放荒地，只能放荒地的啦。我看他摆什么，摆了铸造厂，摆了这个，摆了这个，摆了内陆港湾，然后我们可以摆枢纽，然后不要成型的地，我们放多一点躺地吧，躺地只放了一张，我们把这个放满。控制本来就是一个有比较多时间去下其他东西的，他这个还只放一张，那 AI 真聪明，哇塞！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，这个砍两张。我没有其他荒地的材料，没有，我好慌哦，怎么办？我需要荒地。然后两张找地地，其实我可以都放这个就好了，我把这个踢掉。放这个的话，啊，原来只有一张，再放两张，好了，慌啊，完成，可以了，存档，储存变更。打架喽，各位同学。现在 NTG 还有控制或破坏对手地牌的牌吗？有，控制还在，可是没有破坏，破坏地牌的很少啊。他们为了确保不要让这游戏，他们为了确保不要让玩家太没有互动，炸地是一个很不快乐的，炸地死全家，我跟你说。没有音乐，这副会不会挡不下快攻啊？一回下，二回起源敏，三回四回五回，好难哦，少一张旅法，有点难啊，又要打五级。不过通常这种就刷快攻套牌比较好。一回这个拔能量，哦，一回这个绿拔能量下这个转。选择一张牌上手，两张牌。好，躺地。这位去抽牌。二回这个。哇！我现在下这个做 AI 没有用。三回下这个找一张地去排库顶，四回下地开猛爆性指针，五回七回揭秘之解释。哦哦哦哦，旅法套啦！下这个转移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转了个蓝？你要转这个好吗？找一张地的底牌，然后。哦，海岛放三张，这样找得到，这叫得出来，真是厉害。哦，皮亚纳拉，完蛋了，解不掉。他只要开飞机，我直接就解不掉，我直接没有解别人飞机的方式。爆发性直升，中田大学选两张，我现在有荒地了，选两张。好了，
做完要两点嘛，做完几点？七八点，八减二六点，一二三四，哦，做得到，六点可以进场炸一只神奇，这个还蛮强的。啊，回答刚刚问题好了，这跟炉石像不像？不像，这个游戏跟炉石非常不像啊，因为这个游戏是一个后手，是一个防御玩家优势的游戏，是这样，这样讲会比较容易理解。要给他灌打，灌打，没打，没插，没打，不打。他先灌，感觉那个菜鱼啊。可以下这张场地，下这个，然后开加一，选一张地站起来。好，换你。好，这游戏比另外一个特色是可以调，哎，不是特色，就大家都可以调度。哇，泥沙进场嘞！天哪、啊，旅法大师。因为这个游戏的攻击方，哎，防御方决定生物怎么样打，就是怎么样做交换，所以他对防御方比较有利，而且他可以在别人回合做事。第二个是，哎、欸，刚刚问的会不会已经不在了？哦，看开车，射箭他，敏捷箭他进战场成功什么？看拳打泥沙会死？哎、欸，不会，打四 D 而已。那我这个吃掉啊，那这个就吃，好，那就不要谈了，这么脏。他践踏嘛。现在卡着一堆车，这超烦，不要怕，对不对？未知错误，啊！车一打世界直接不见，那我真是他妈的，我真是慌啊！我妈就问你慌不慌？我妈我好慌哦，他打一拳我车就不见了，然后打一拳我游戏不见了，我是不是要把战斗刀中华关掉啊？啊砰！这样啊，我电脑就不见了。天，我买一个神奇手，一回找，二回找，三回找，一回找，二回找，四回找。我的妈，一个神奇手，一回找，二回找，四回找，然后下一秒，妈的，我断线了，尴尬，我要把一个东西关掉。再打一场。我觉得这副不错啊，很酷哎、欸，对不对 ？Friend 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只有两张女法师叫 Friend， 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。等一下吧，看我连不连回去，估计是连不回去了，连回去也没救了这样。
最近 PT 版都在有人也最近 PT 版开始流行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会把自制的牌拿出来。我觉得这群自制的牌有些问题，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强度在哪里啊。哇靠，这打屁啊！起手一二三四五六七滴，打打打，不怕不怕不怕，我们有这个起手开灯，二回开灯就好了。反正一回二回三回四回五回六回这样就好了，没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大家不要害怕。先开个灯。五D开打，自制不是带牌，不是人家开始突发奇想做出一大堆的牌，对，有些牌做的不是很好。这里二回应该先下躺地，二三回看抽什么了，抽料就下躺地，然后降你三回会有三点法力，三四回就可以确保三点法力，三四。或者是你连三回都可以下，如果对面不是打快攻就可以。如果对面打快攻了，你就要提防小心啦！啊，你等一下不然就被打死了，我跟你说。然后刚刚有人问是不是有一个炉石的那个是以前魔王玩家，有 Brain Kimbler B R A I， 我的对面怎么看起来不见了 ？K I N 是吗？B 有E啊，大概之类的吧。不要烧绳子啊！这游戏的绳子要烧很久啊。Trump 以前好像也有打，阿嬷子没有。大大不要开局烧烧，游戏结束啊！左上角是他的绳子的时间，他已经快要烧完了，我的人生也快要烧完了。No。耶、yeah, ，不战而胜。阿妈子有打过 Magic 吗？没有吧。哦，那个啦 ，Ray 内有打。阿妈子有打吗？阿妈子跟 Ray 内大战的时候，耶、yeah.。它爆炸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耶、yeah! ，无耻！我下一张地对面就睡着了，到底人去哪了呢？这哇，我 Wintry 被发现了。那来看一下这篇。每个你配合你操控的飞地永久不能攻击或阻挡，好烂哦！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又是一回起源名，当然我放了八张，妈这样凑不都不要玩了，保留吧，还不错，应该不会一回起源，应该是一回这个，因为你二回这个，你就可以下两点这个，然后找一张绿道排骨顶，然后等一下下绿地做这个跟这个，然后起地的话下这个跟。好了，全部的未来都想好了。所以打过双头巨龙皇帝战吗？我打过一次双头巨龙，我没有打过 Empire。
因为都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就非常懒得打。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懒得的。请给我一张海岛，谢谢。我海岛只放三张，是不是有点拼了？主力打莉莲娜维斯的最后一张故事时，连打四只恶魔，那个是要打快还是打慢？打快吧。哎，我想看。什么？我两点叫二民永一打到人重生啊！天妈，对面打快攻，看起来是要睡觉了。投地。不怕啦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轮我要回去，我要开那一关起来，我才记得，我现在不记得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有没有地啊？我等一下叫不倦追击人下地，直接先拿一个线索，然后猛爆发性直升，直接爆死他。不然我就是先两点找拿一张地上来下地开火，把爆发性直升。那地上哎，一二三，不行，差一飞啊！打，我们来挡一辈子。看你不会有招吧？这样也要开招？挡啊，你有不挡理由。对，好，你有招，随便，无聊。加三。了不起，你有见他吗？没有，好，那我死了，就这样。无聊，这样也要打。你要去，我要不然就是也要翻我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有。哦，太爽啦，占地耶。先下追击人。下占地。给一条线索，不打。我这副套牌就不要打架，我这副套牌就是站着的。你不是看谁先弄死谁？也没有，通常都是我先被。假设对面打快攻，我会比较危险，其他就还好。爆发性，这干嘛？他也要种田啊！种田喽。他有民勇比较麻烦，就是如果他打到我，他会变33，这样会。欸，不敢打，呵呵，怕了齁，就问你方不方。这里可能不用先爆发欸，先这个好了，进场，然后我下地效果给一个加一，给他，然后追击人效果给一个线索。换你，对面纯绿吗？有点像。我现在是要骗，也不是骗他了，我现在让他抉择要不要打这件事情。啊，看来是觉得这个屁啦啊！闪的林地咆哮说进场拉一只三倍以下的，林哥，这场看起来是危险了。也许说不定我那关还是老子，他打什么？复辟智者进场炸神器或结界目标嘞，应该是炸这个吧，炸补血的这一个。你又没有瞬间找地可以做，你要干嘛？想一下，演一下，对不对？假掰一下。结束前把灯开掉吧。歪曲地进哦，揭秘师就在手上。不是，可是我下揭秘师吹这个，我家就爆炸了。呵呵，他会重新叫价来，再拉一个东西，然后我家越来越大了。
他家越来越大，我家越来越小了。真是烂。我是不是选错了？是不是哪一张地啊？哪一张地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看排骨饼三张，他那这玩意儿拥抱我脸了。我想到杰密斯干嘛？杰密斯下去吹一下，然后杰密斯吹一下，他剩三，然后他重新把他下下来，他再拉另外一只，拉了牌现在去排骨底嘛，不是洗牌，看是搜索哎、欸，哇靠，他想怎么找就怎么找啊。我们还是先好好种田吧。嗯。然后等一下吃十二点伤害，这样六七八九十，十点。他互动把我三个吃掉，如果他把我这只吃掉，游戏就结束了，我人生职业就离开了啊！啊，好像应该还是要混白比较好，白有镇杀，我有带荒地，一张荒地而已，演就是这样啊，不论对手教你，我们教你怎么样打魔法风云会，厨爹教你怎么样让对手搞懂，厨爹教你怎么样打魔法风云会，非常简单。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说我想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就这样一直打，那我不打啊，给你打扣两滴，什么大招？好，厨爹教你怎么打魔法风云会，对手做任何事情，你想要第一次玩，对手做任何事情就说我要想一下。不能被一个以上，不能被一个以上的阻挡。有你操控鞋，有加一加一，不能被一个以上的阻挡。啊靠！好，两边各开一只灵地咆哮兽。我三费下什么？不皮之者三费下。哦，有一只顶王，顶王可以解三次，可以对跟三次对撞，然后就会赢他。一二三四六，下这只吹，这只的话，一人一只鸡翅膀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面只打一只，看起来有招。我有那个这个吧，这个没有用吧？零四吧，这个比较强吧？不然找这个吗？这个二三飞行践踏没有用吧？这个进来也才二二，这个也没有用，我也必须要找地啊。要这个吧。我有地、哎、结界、生物跟巫术，所以我有四，所以这会是一只三四，这样我可以解掉它，没有问题。啊，他应该有招吧？他照他那样打，他演的这么奇怪，不打，好奇怪啊！我都不知道对手在想什么啊。干嘛、啊？扛我的、哦？假的？先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，先线索抽才对。抽一个。哦，烂地。看两张叠，两张显现回来。我有两费可以下的吗？有，还有一张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张。我决定放弃这个游戏了。
反正我一定不会给你打，我有旅法，对我有大招，天有大招，他应该有那种全部加一加一的啦，然后每次就只能跟一只对撞这样，然后这样我就血量就有点危险。反正我劫尸就留先捏着啊，等他，比方说我们两边撞一个生物瓶，全部撞光，然后我们待会再说、啊。反正现在我手牌质量一定不会输，我手牌张数一定不会输他、啊。OK， 我每回抽爆你这样。我回合结束前一直按抽，对吧？我还不抽死你，那我就死掉了。你牌库好厚，结束前。就是我这就涨到七六嘞，等一下就变八六嘞，我妈怎么都是D？在D就告诉老师哦。喂，吹啦！逼他打吧，不然不知道他干嘛。开加一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地都要抽到快死掉了，还要抽地，这样子四只打四只，还有六地应该顶得下来吧？我怎么只值七六嘞？等一下他就八六嘞，数学怎么算的？你说为什么不丢这个、哦？这个能量没有用，其实。我留两个抽吧，留两个抽做事会比较好。我会把自己抽死啊！我牌不剩三十三张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因为我现在有个重点是，我留这个下来，你干嘛？犬人想倒，放一只加一，放底加一加一吧。你不会要扫地吧？你到底想要干嘛？你该不会想要开钢弹吧？你总要打这个了吧？杰斯在场哎、欸。杰斯讲话总有点大声了吧？哇，不打！结束前赶快啊！妈，线索全部都抽掉，对不对？我这只已经七六了，他等下就更大了，现在就变成一个八七了。哎、欸，游戏正忙是什么？我刚不是在结束阶段吗？这游戏有没有地以外的东西啊？我到底有没有放地以外的东西啊？其实大招减八自动康，剩两回开，所以我这回一定要把全部生物掉下去，因为我要让他去挡那一招，我要让他保证两回后开得到。看我现在把所有地都绿上来，我才不相信你这样还有办法。然后下草地，好像下沉心野地可以。下沉心野地，你可以等一下，先开线索，把地抽，把那张抽上来，之后你再用沉心野地把它找出来。只是操作有点繁琐，哈哈哈哈，两边都在看。边都在看，哦，广陵原是泥沙，哇，那他要变身嘞，哇靠，泥沙背面是什么啊？我都不记得了，
是那个吗？全部加一加一吗？哦，放一支四四放手牌，放四四放手牌。我用飞兵戳他就好了，还没有人会飞。加一，不是力，不是力量上手，不是力上手，崩爆发性直升，他也在种田，第一届种田大赛，我妈地都满了，还要再种田。我没有烧啊，我没有红啊。战斗还不打，我用飞兵戳他了，没错，后主接。暂停，我开一个线索抽一张。暂停，我正在结算吗？我等一下，继续。抽了吗？牌抽了吗？哦，暂停，我牌抽了吗？看现在结算到哪里了？现在这个加一嘛，然后这个还没有抽啊。好，然后我抽起来了，然后我再开找地把它找掉，这样找出来，然后结束前啊，我再开这个线索。重做一次抽牌啊，终于呵呵，终于可以开钢弹了。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一抽一张，啊，放排骨点太好。我现在就是需要大招，我现在台面上都是小招。然后我要先下这个八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进战阶吧，先进战阶。我还可以再丢一个线索下去，这个躺平下去。一二三四五十点，十点，这个一只几点？六减二四点，一只四点，两只八点，九十，刚好，所以我可以下场。然后先进战阶，没你的事，回来打他，别想给我开大招，傻逼。带走 Fog， 我会飞，你不会，你这废柴。然后后主接叫鸟化身，把他吃了。我差点把那个石就吃了。我看你很聪明，紧张。然后，结算了。然后，先叫这个好了。我还有一点法力呢，六减五不是要四点？对对对，然后我再叫第二个台子，然后我叫这个化身把他吃了，收一张，一场。砌一张场地，哦，好奢侈哦，还可以砌一张牌哎。换你，啊，干嘛？原初咆哮兽没砌用，对吧？原初原初行猎兽 ，Primals， 啊，他把泥沙砍了，叫一只元素出来，就这样，纠结过往，然后把不是啊，只能拿生物或地牌，还要拿什么？哦，对啊，泥沙正面是人类哦，哇，那厉害哦。然后在他在下地，然后泥沙转，泥沙变身，然后下地，泥沙七张，然后泥沙为什么丢冷物？啊？他是不是按错了？现在是务农时代，还是农务时代啊？
我拿飞兵灌你就好啦，我可以拿一只灌你就好哎、欸，我两只灌他啦，这样子把他灌掉。飞越进化，是的，牺牲于展示生物牌。他被他们人物打掉了，好吗？他是打错了吧？我结束全民试咒，我要开大招了，我要扛他所有咒语了。是我的结束大招吧？然后我下结，我下，然后我下泥沙把它捡回来，耶嘿，无耻！先开大招 ，yes！ 我现在扛你所有咒语，你死定了。然后我要先下这个。其实可以再开加一啦，不过我觉得先开就好了。线索加一，然后下这个，我应该下这个，这個、可以做两只飞机。近战接，飞兵三。他一拳可以把我打死吗？哎呦，好像有点危险。他会不会有招可以一拳把我打死啊？我们还是稳一下好了。反正不能打，死了。然后做这个抽。哎、欸，有吹，没事了，有吹就安全了。再抽一个，我打到牌库剩20张了，我是不是有点危险了？我等一下把自己打死了。不做事了。你要再找吧，再找牌库剩2张，剩一张荒地，一张树林没了，找完刚好没了。我觉得是不要找了，你可以当洗牌啊，反正就先这样放牌库底。然后剩下6点嘛，2点做吹，他如果真的大宰狂开，我可以把一只大吹走，或者把 token 吹走也是。哇，好奢侈哦！两边都在演戏，12D 对20几D 吧，我来，我应该全部 D 都在手上。飞跃进化，吃一只生物，找一只生物到手上。最新的生物，从排骨顶开始找到一个生物到手上，其他到手上。可他现在我不知道他要打什么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赢。反正现在做那个咒语就不行了，这样。No， 吃我的灰烬啦！我的灰烬，我的杰斯开到大招，然后效果是会在你身上盖一个难吃印，难吃印上面写着，每当对手放的第一个咒语都扛掉。我说我不行，这样，对，就这个样子。那我现在就是把这关养到天文数字，然后一拳打过去，他就死了。为什么要给他重生盾？哦，他可以用这个重生盾挡。他跳，耶，赢了，赢了，GG。是不是很快乐啊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快乐。Don't worry, be happy。没有，他知道他打不过来啊。就是我全部东西摆在场上，然后我就说，你带走打死我。你想想看，你每回放了第一个咒，你每回放了第一张牌都无效，那你这样想就知道这没救啊。
蓝田作印是哪一张？绿色一张结界吧？没有。啊你好。我知道你讲这张牌，可是我好像没有。就是这样吧，蓝田做你在游戏开始时磨一张牌，牺牲它啊？蓝田不是蓝田作印的，我一直开始磨一张牌，躁狂牺牲它，至多一张生物根，这不好，后面没有用嘛？所以不是你说的那张牌，所以是哪一张牌啊？蓝田点燃的燃，这新牌吗？控制打控制两边二十血，然后对面投了这样，然后看你地开打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哇，怎么每一手都有这个？你是不是作弊啊？每一手都可以，每一手都可以起手不朽剑子不倦追击了，你是不是作弊啊？我才没有作弊，不信你问聊天室。哎呦！对面有种快攻的 feel 哦，你要稳一点可以叫这个，因为你就可以确保你第四张地找得到。因为我现在走不到三，走不到四，我三下这个，三下这个，我三下这个或这个。如果我有第四张地，我可以下地之后做直升，这样我有三个线索，这样超强。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这一场就危险，有很多事。我不会爬不上去。我应该先做这个，除非你要吸炮的。然后这个能量只有一个功能，就让这张地产。打，我零次打什么？抓痒，连痒都抓不到。给我一张地吧，滴滴滴滴。不然要开这个，要开这个找一张地上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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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动全尸。神器敏捷，这个有点危险，这个有点凶。打一滴，不打白不打。要吹，可以选择叫这个去挡他，或者是叫一张，或者是开一张地，开一张地比较好。有了吧？这可以用啊，等一下。会有树林，好，可以。可以啊，收这地。然后排库顶是等一下会抽起来。下开线索，日期抽掉。线索抽起，那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先线索效果，然后把线索失了抽掉。嗯，你干嘛？停个屁！你有事情要做。卷证人单刷，除了假设我场上有冶金召唤，用三种颜色去释放辉光火焰，将会留下衍生物还是不会？我猜查一下，冶金召唤是哪一张？当你释放瞬间或巫术时，派出一张 SS 的无色结构体衍生神器生物 ，X 为该咒语的魔法力费用。那我来看一下，辉光火焰，辉光火焰，
辉光火焰对每个生物各造成 S 点伤害，可认为辉光火焰用来支付费用的瓦力的。他是释放时给哦，那你会先做出一只三三，然后结算时全场打三点这样，大家都不见了。对。水母，那我想水母收这个吗？他留水母。哦，李敏捷，哇靠，我被打死了。我要改战术了，我可能跟他对打我会死。周旋，我只能选择出飞兵，然后如果要稳一点，可以把这个吹走、啊、把这个吹走，就让他自己要把那，他会把一回收、啊、然后两只上。不过我这样速度已经差一点点，他这样一轮打四，我一轮打七，而且我手里有一张吹，如果用正常速度对下，我会赢。只是要看他敏捷神器到底有什么。如果是地面的都还好几，因为我有这个，我有台辅真菌，我一定可以用真菌解掉。嗯，如果没有，这场游戏就有点危险。二三他不退吧。然后下一手，要么就是我。下一手不打。怕了哦！哦，这几点叫？五六点，这几点叫？两点，六点，四点。可以开巨物吧？吃，把零四吃了。武士打，他会拿武士打。哇！我把对面武士吹掉，底下两只打。我又想不打算，没有吧 ？Major Deals 没有钢弹吧？不是有人跟我讲 Major Deals 没有钢弹吗？他要喂一只了，他要喂一只的只有三出来当。怕他有烧就亏了、啊。哦，他万一三，他万敏捷他去挡掉，怎么着？三点烧，能量烧，没有。好接近哦，这一场。刚刚可以赌一张，是我可以先决定下这个。啊 ，Deus 有钢弹吗？你说红钢吗？红钢就让他抽啊，红钢没有差、啊。蓝钢弹有什么？他没有做过巫术瞬间啊，蓝钢弹没有用。他那没有啊，他钢弹都没有用啊。蓝钢弹做一个瞬间也没有啊，然后。红钢弹看三张，我一定让你抽。我只会说好。欸、我就是个棒槌，我会说好，你抽吧。刚刚可以赌一个，是要不要用这个先吃这一只？因为这样子只要四费六件，这个化身
六减二是四费，四费抽如果抽到地可以下，然后再交大，或者是再下然后再回收这样，可是这样有点危险，因为没有抽到你的计划就爆炸了。不过没有抽到的，没有抽到就那一回就不能吹，不能吹就等于两只都不能打，这样子伤害会少蛮多，所以还是先吹，就先吹。那一只哦，什么是钢弹？钢弹就是这一次出了一张五色，出了一个五色密西，对，它就是，然后我们俗称叫钢，都叫什么什么巨蟹这样，巨蟹座的巨蟹，什么生物啊？对，瞬间出现。为什么女武士？我升级加一张，升级加一加两只打一只过，解不到这个。开直升是多两张地，一二三四六七，这个要八点。我想用这个拿回手吧，这个机票下回。我在想跳抽牌好还是跳抽牌好还是跳抽牌威胁比较大，欸，你罗马拉这样子可以点大那张水母给我看，水母啊，二蓝叫四三，在你维持开始时，把一个你操控的神器回收，他只能回这个或者回这个，或者是他可以坐飞机出来回。我要选这样打给你，他一定要留下这只飞兵，他不留下这只飞兵就死了，因为我这边我这边的数量是可以完全领回去，而且我有两只飞兵，他剩九滴血，然后比较麻烦的是我没有办法造狂。躁狂就是你的坟场有四种牌的种类的时候，它就会跳起来，它就有一个能力这样。然后我现在有两只，只要躁狂之后就会加三攻击，所以他现在很害怕，他应该比我慌吧？我现在坟场是生物瞬间而已啊，为什么丢一张地给他抽下来？真的，他这绝对不能打，他打很久，打几次？打叉不行，打就死了。现在就是对看，我等下可能会拿这个打吧。如果我可以再下一个线索，哦，喷喷呢，牺牲一个兵要跟我玩家打两点，完了，这麻烦。我想看，如果我下蓝钢回首。他有几点法力？六点法力，还可以吃两只飞机，吃两只飞机把我不宣罪界丢死。他可以吃两只飞机把我不宣罪界丢死。我要牺牲一个才可以让他顶过不倦追击的人高的。哇，不能下钢，不能下我的巨，不能下我的浩克。我拿地。应该拿功能地，
第五十应该没有万合奇吧？万合奇的规则是长到我都不想看的功能。我刚才犹豫这一手要抽还是要下这一只二三飞，因为他现在一只五四飞，然后我下三只飞，哦，他把水母回手，所以应该是要拿这个丢一只吧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他死定了、啊。他把水母回手，他为什么不回一只那个、啊？回一个二三重下就好，为什么要回水母？这才两，这才三费不是吗？怎么不回？他想要打吗？空多，有的想对手在想什么？我很接近赢啦、啊，我下一张只要抽地就赢，抽地就赢吧。我抽地就可以全打，我这只六，开玩笑，而且吃这个还会再变大，哦，抽抽，将目标咒语或生物移回去用对手上，对目标生物活动再造成两点伤害。看你这乌龙的花蛋，你要选他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或都选，对目标生物活动会造成两点伤害，如果死去改为放逐。哦，随便啊，你选的话。神机泥沙，选一张地，但我看不到了，选谁啊？哪一张是树林的？这里啊。哎，为什么是你站起来？好吧，平山街。干嘛？你有 fog？ 哦，我打错了，他可以两只挡这个，他两个两只挡这个，横置这两只射掉他。细节失误。然后开那个以太网，哎呦，对手蛮会打的，队友至少是在一个会打的范围。嗯，不对吧？你躺错了，要不要躺一个站着？升二，然后后盾两个这样。而且我刚才少做一件事情，他要吹这个的时候，我应该回应把这个找掉，因为我这样会多一道限制。接手了，叫我分场。生物瞬间，没有巫术，我把这个地扫进去就剩巫术，然后我开巫术两只三打。哇哇，还说打很久，都在骗人。哇。他手里一张是水母啊，他现在两张是什么？我扣一张烧昏那么久、啊，
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13一三，他那一回可以不要把13送掉。他13为什么死的？这个为什么死的？我忘记了。他拿去挡完干嘛？这个很强哎、欸！他那次都不要出来，他就用水母一直戳人就好了。每回用3点丢下来打别人4点，然后再回去。他光这样一直灌3拳就差不多了。他好像拿去挡了1拳不倦追击。如果皮亚娜拉还在，可能没有他顺不出来。他好像不是1吗？这个吗？1哪一只？这个吗？这是 token， 这不会在手上。哎、欸，没有吧？哦，看我没找地，算了，放错。切，我没有找地，我是棒槌。没有找地，我是棒槌。没有找地，我是棒槌。我没有找地，我是棒槌。好，假装没有打错。假装没有打错，就是现在开这个招。干啥？又要烧？嗯，选好哦。回应值，加一，结算。赢我马哥，他烧这个错了，因为我可以回应，我那刚刚还有一个线索，呵呵，我可以回应把那个线索吃了，然后逼他做别的。如果他要开这个，他就要逃两只，那我就全打，那我这样打就好。他把他烧掉，我就照狂，我这样子打就赢，就接近你的啦。我看他会被打错，哦，那我赢，哦，是放逐吗？哦，不是啊，那张烧是放逐。那我打错了。我要怎么样造狂呢？他是2只生物战者，我只要3只打就赢。我要怎么样做出第三只生物？第三只，我要怎么样做出生物在坟场？这个要加一做出，找一张地，站一张地站起来。地站起来，这里有3点。3点，地站起来，加一，不然不行。我下去。每月2边都打空军，哦，很清楚。旅法师不是旅法师，就是旅法师。彭洛克就是彭洛克，他拿22打。等一下，我思考时间剩这样，我是不是要死啊？
开始挥拳，可以水舞自己。嗯 ，OK， 可以二闪，所以要让两只可以动。他大招什么？减六哦，减六。走走走走。从教铸造厂还有什么？哦，叫两只一。生物，股市跟二二打嘛，全打全打无法让他死掉。他如果要杀他，他要躺两只把他杀掉。那我三只全打掉。嗯，差不多了。他没有开这个，好奇怪啊！不要开也没有用，应该这场赢的啦，这一回应该就赢。他两只把他射掉，我有生物进粉，我这两只就可以动起来。其实他也不是他本来就可以动起来，他有一台往射他，我要横两只，横两只就是两只可以打。然后我把这个选一张，我下。巨象把一只变成物不知道为什么赢了，赢了。哎，为什么没有？什么不在里面？生物地啊，少一张巫术，宝贝。那我下一张，我做一张巫术。它是两张，做这个就好了。对他剩三只啊，金针结义啊，就一条龙没错。我你啊，他失误了，双特技就是每个契约不一定。他刚刚有一个超迷你的失误，他想要把茜卓打，他想要把那个泥沙打死，可是他不应该，他多动一只二二啦，他就用一只武士打就好了，因为你一定打不死，因为我也是二三我一定会打。他那个最后细节没有打对。这游戏我们在之前有做过完整教学的影片，有吗？我应该有做过吧？魔法除爹，出行除爹魔法对决，
我记得我有做过小学堂的课程啊，哪一期啊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这个吗？小学堂盗别人资料的行，最盗资盗别人资料版本的魔，啊，找到了，呵呵，可以去看这个，虽然有点长，但自己加油。学东西难免会一开始比较辛苦，那我不要玩这个。我刚刚打的有一点点啊，好了，有没有什么主牌？我不用太大声了，有没有什么主牌问题想要问大家？啊，主牌或者是关于魔风相关的问题，最简单的问题都已经在台面上了，都放在上最上面了，所以应该是天哪，这是阿卡队，我刚居然用刷的，拿个废卡队来好了，对，开卡包吗？对方的牌很强的，烂的可怜。对方的牌有一个点蛮危险的，是他如果挤着新手入门，这游戏算 user friendly 吗？哎，他们越来越 user friendly。对，哇，本刀挤的。他们现在做的越来越 user friendly， 因为以前有个问题是魔风，大家很常对魔风的这个既定印象就是他的，比方说，这个规则很繁复啦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可是现在他有越来越多的，第一个是规则其实在相较于以前越来越简化，而且他的文字写法越来越好懂了。以前还不太容易。以前有些细节规则，它的写法会让很多人搞不懂，然后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尽力的把游戏改成比较好懂的规则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友善的。第二个是，新手产品，对。以前有的是 Intro Pack， 就是它是五个已经有主题的套牌，但是那个时候主题套牌有几个问题啦。主题套牌有一点点缺点，就是主题套牌有明显的强度之分，我们都知道哪一个比较强。就像伊尼崔艾尼那个时候是伊尼崔艾尼那个时候是线索套太强，蓝绿那一套是吗？蓝绿那一套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强，就变成大家都不想要那个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新 intro 套牌其实没有那么有价值，这样，就你花四百多块，你会拿两个补充包，可是剩下的东西加起来其实没有不一定有那个价值，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用，因为它的套牌里面大概就阿卡跳一跳起来就是哈哈这样。然后新的新手套牌比较好，是因为新的新手套牌是封面本身就直接送你一张彭洛克啊，不过是弱化版的彭洛克。他的目标就是让新手可以玩到一个以彭洛克有主题的套牌，有关系的套牌，因为他套牌里面也有一些能力可以直接找彭洛克出来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可以在场上干那边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因为彭洛克算起来才是魔化风会最重要的东西之一，最重要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就像这样，是不是呢？你看他闪亮亮的对着你打招呼呢，是不是呢？是吧？对啊，因为，然后这一次朋友可以，这一次的新手套牌只有两个颜色，就是红跟绿而已。就是你要打那个，哎，没有，没有流星蝴蝶剑这个，哎，没有在找游戏分类，对。那算起来不贵，因为里面也是两包补充包，外加一个限定的旅法师，就这样啊。然后其他都先不要管，就是我觉得你其他很太细节的东西都先不要管，你就打开，然后去把教学模式一个一个全部打完，什么没，只要跳出任何教学模式，就点进去就对了。对，
我觉得是这是一开始菜迪巴比较重要的，其他就不重要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第二趴吧。